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荣幸跟大家再继续来看旧约里面的摩西五经。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民数记。民数记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西奈山那样接近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到他们出埃及以后，第二年2月20号，他们就初次往前面来行。他们初次往前行呢，我们看到前行的队伍按照民数第二章的组织来往前前进。最开始前面是犹大营，有以撒迦跟西布伦支派跟他一起，然后接着就是革顺族与米拉利家族，是搬运会幕本身。第三个呢，就是流便、西面跟加德支派。然后第四个就是歌侠家族，他们是搬运会幕里边的器具，包括约柜、金灯台、陈设饼桌、金香坛等等。然后第五组呢，就是以法莲营，是有马拿西支派跟便雅悯支派跟他一起。第六个大队呢，就是但支派，还有拿弗他利跟亚舍支派。所以他们行进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有秩序的。但他们怎么知道说什么时候起行呢？就是听那个号音，所以他们另外做了营号，营号发出不同的号音，各支派呢就按照营号的号音就起行，就往前面来走，所以整个行进的队伍呢是非常非常的有秩序的。在他们前行引导上面呢，我们就讲到包含几个方面，第一个有云柱火柱的引导。第二个是有营号的引导，第三个呢是有摩西的内胸和八的引导，第四个呢就是有耶和华的约柜作为引导。所以在民数记的第十章25节、26节那边讲到，耶和华啊兴起，与你的百姓就往前行，然后到停下来的时候呢，有人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我们中间，因为他们要求请上帝的同在。在他们中间才是他们最大的保证。看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心里面是充满了一片的喜乐。可是民数记并不是到此为止，接下来从第11章开始哦，就是我们看到，在民数记里面给人最多印象的，就是一路上充满抱怨的旅程。这里又提到好多的抱怨的事件，好像在第11章1到3节里面提到。他被拉的事件，这是抱怨的序幕。然后第11章里面另外提到，在基伯罗哈他瓦有两次的抱怨，一个是他们有摩西抱怨神没有足够的帮手跟他一起来治理百姓；另外呢是以色列百姓中间有闲杂人等，就抱怨说他们一路上面缺少肉吃。耶和华就兴起东风，让他们中间有鹌鹑被吹来，然后他们就可以吃肉。那这两件事情呢，我们看到在原来的文字里边啊，用到一个文字的游戏，就是用耶和华的灵跟耶和华的风。这个灵跟风呢，在原来的文字里边啊，都是同一个字，就是 ruach。在摩西抱怨的时候呢。他向上帝抱怨，上帝就说：“你不要抱怨了，你就在以色列当中拣选70个长老，把降在你身上的耶和华的灵就分赐给他们，让他们可以跟你一起来承担治理以色列百姓的责任。所以这一次呢，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色列营的中间，降在会幕的里面，是在圣洁的区域里面，而这些长老得到。”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起预言，他们就得到神的灵的充满能力，他们就可以来跟摩西一起分担治理百姓的责任。啊，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反过来，另外一件事情呢就不好了。以色列百姓他们怀念在埃及那个地方，有肉吃，有火锅，有韭菜，有黄瓜，各种好的东西，他们就抱怨说现在在旷野里边呢，每天都是吃。玛拿，今天是玛拿，明天也是玛拿，
后天也是马拉，下个礼拜也是马拉，下个月也是马拉，明天也是马拉。你看他们心里面啊，就在那边抱怨神。那上帝就说好了，那就兴起风来，把这个鹌鹑吹来，让以色列百姓呢就有肉可以吃。这个地方用的呢是也是 Ruach， 耶和华的 Ruach。 这个 Ruach 在圣经里面啊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翻译，一个呢是灵，一个是风，还有一个就是气。在这里呢用到中间的两个，前面耶和华的灵降在这些长老的身上，他们就得到能力可以来治理百姓，但是耶和华的风兴起来把鹌鹑吹来，反倒是这些人呢，他们的嘴巴里面还在吃着鹌鹑的肉的时候呢，神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反而呢这个就不太好了。所以风是刮在营的外面不洁净跟死亡的地方，就以色列百姓他们肉是吃到了，可是灵里面却受到了很大的亏损。这是他们整个抱怨的旅程的开始。然后以后呢，我们就发现到说，哦，民数记里面从第十二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七章，不断不断的就是由以色列当中各种的抱怨出来。因为这个抱怨呢，抱怨的人数就越来越多，抱怨的层次就越来越高。那这是我们对于民数记啊感到比较痛心的地方。第一个两段抱怨的故事呢，就是在民数记第十二章里面讲到，米利暗跟亚伦联合起来毁谤摩西。表面的理由呢是说，摩西你怎么娶一个古实的女子为妻？古实人是外邦人呢。那这个古实人到底是谁呢？是不是说是这个米甸的那个祭司叶多罗的女儿希波拉死了以后，摩西另外娶了一个妻子呢？有可能。但是也有人就提出来，在哈巴古书第三章的第七节那边讲到，有这个古山跟米甸是这个平行的字眼。这个古山呢可能就是指的这个米甸。如果这样子讲的话呢，那个古山也就是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一节那边提到这个古实的女子，那个米利暗呢他所抱怨的或者他攻击的对象呢，也就是指的摩西娶这个希波拉为妻。但是这个事情啊都已经四十年了，四十年前结婚，现在呢米利暗把他提出来，那不是不太好吗？其实这只是表面的理由，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真正的原因就是嫉妒。他们就讲了，难道耶和华只向你启示传信息给你，不也向我们启示吗？而且你看这个米利暗跟亚伦他们还可以振振有词，我是你的姐姐，我是你的哥哥，当初还是我把你给救出来的呢。而亚伦呢是上帝指派他做摩西的出口的，但是这个里边呢他们没有尊重上帝拣选摩西做他们的领袖，他们里面就有嫉妒，嫉妒的就产生了毁谤。在这件事情上面啊，整个以色列百姓受到很大很大的亏损。圣经上面记载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个我们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上面是加上了一个括号，这应该是对的，但是猜呢应该就是后来有文士在抄写圣经的时候加上了一个眉批，然后被留在圣经的里面。但是摩西面对这样的事情，他的哥哥姐姐在那边来毁谤他，他们是他最亲近的同工，他能够怎么办呢？他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摩西一句话都不反驳，耶和华却亲自来出面。耶和华就对摩西亚伦米利暗就讲了，你们出来到帐篷的门口，耶和华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就亲自讲了，以色列当中别的先知上帝或者借着异象或者借着异梦等等的向他们来给信息，但是摩西不同。摩西被称作是耶和华的朋友，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是耶和华直接把信息就传给他的，这个是所有其他人所没有的一个特权。这是也是讲摩西呢他就成为后来所有这些先知的一个榜样。
但是上帝就刑罚米利暗，让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哦，这个时候事情不得了了。亚伦一看呢，这个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好像在妈妈肚子里面那个胎儿还没有生出来呢，就已经死在那边了。他就向摩西呼叫：“我的主啊，求你来祷告。”你看亚伦是被拣选做大祭司的，他在上帝面前一个职责就是为以色列百姓来祷告代求。但这个时候呢，他知道自己有罪，他的祷告没有功效，要摩西出面来祷告才行。而摩西呢，我们在这上面看到，摩西就为米利暗来祷告代求，耶和华也垂听，就医治了米利暗。但是米利暗到底是因为被上帝刑罚长了大麻风，他就被隔离在营外。以色列百姓呢，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整个的行程就受到了耽误。其实在这上面呢，我有很大的痛心呢。米利暗曾经有恩于摩西，米利暗整个人生里面啊，最巅峰的时候是我们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里面看到，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过了大海，摩西做诗歌带领以色列百姓来颂赞神，而米利暗呢，他也带领妇女击鼓跳舞来赞美神。可是后来我们在看到这个米利暗的时候，发现说他心里面对于他的弟弟神所拣选的领袖，他就有了嫉妒，他的毁谤让他自己受到亏损，也让以色列人受到亏损。我们再一次看到有关于米利暗的记载呢，就是在民数记的第二十章，那边只有一句话，就讲米利暗死了，没有任何其他的在说明。这边有些人问到，那亚伦呢？亚伦也跟着一起起哄啊，一起在那边回报摩西啊。这是我个人对于亚伦呢，觉得说这是他人生里面一个黑暗的地方。亚伦看起来呢，不是一个个性很坚毅的人，容易受别人的影响。金牛犊事件呢，他受众百姓的影响，而在毁谤摩西的事情上面呢，他受到米利暗的影响，所以上帝没有直接刑罚亚伦，只有直接刑罚米利暗。但是亚伦后来呢，很快就发现到他受到了很大很大的亏损，而他自己呢，也变成别人攻击的对象。这边我们就是继续看到啊，就讲到摩西的亲姐姐、亲哥哥，按理讲应该是摩西最亲近的同工，他们竟然在那边毁谤摩西，他们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立下了一个非常非常坏的榜样。以后呢，我们就发现到说，这个不服权柄、毁谤神仆圈子呢，就越来越扩大，而对于摩西来讲，就变成疲于奔命。以后提到几件事情，这是我们在那边读到的，好像说这个民数第十三章十四章里面，摩西差遣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结果呢十二个人回来，有十个人竟然报的是凶信，是被称作是不信上帝的人，只有迦勒跟约书亚他们坚信信靠神。再来呢，我们看到就是有大贪跟亚比兰还有可拉党的事情，他们就在那边毁谤摩西，毁谤亚伦。难道上帝只拣选你们来献祭吗？难道上帝只拣选你们可以来烧香，可以在上帝面前祈祷吗？我们读到那边的时候，就看到摩西对这些人义正言辞，特别是可拉党，这些人都是利未人，他们被拣选来侍奉神。摩西就说，你们可以在会幕里面侍奉神，你们还以为这个不满足，还一定要像亚伦一样，像亚伦家的祭司一样，要能够带着香炉来到上帝面前烧香吗？那是僭越大祭司的职分。但这些人不服，上帝一定用我们，他们还要在众人的面前，甚至在上帝面前要争这个理。结果呢，摩西去向上帝来求，上帝就答应他，让这个地就裂开，把大贪、可拉、亚比兰、可拉党，把他们就给吞灭在地里面。
这些抱怨的事情啊，在这中间就是层出不穷，让人感到非常非常的痛心的事情。所以在民数记的第十七章那边就讲到，上帝就自己来提了一件事：你们抱怨为什么只有亚伦，我就证明你看，是上帝亲自来拣选他。上帝就自己建议，以色列每一个支派各派一个族长，把他们的杖就拿到这个约柜的前面，摆在耶和华的面前，由耶和华自己来做见证，自己来证明。就第二天，这十二根杖里面都没有发生事情，只有一根呢，就是亚伦代表利未支派，他的杖放在耶和华面前，那个杖呢竟然长了叶子，开了花，结了果，证明上帝的拣选就是拣选亚伦家来侍奉神。所以这个是亚伦发过芽的杖，这是出于耶和华的建议，证明神的拣选。这事情结果呢，以色列人再也不再抱怨这方面事情，就承认说亚伦果然是耶和华所拣选来做祭司来侍奉神的。亚伦蒙拣选的话呢，我们在这边看到这几个故事啊，都是在那边证明神的拣选，他拣选亚伦，还拣选利未支派来侍奉他。民数记第十六章里面讲到神的拣选跟呼召，可拉党啊这些人，他们的香炉现在上帝面前没有果效，他们自己被吞灭，反倒是当耶和华的刑罚临到以色列百姓的时候，摩西就吩咐亚伦赶快带着你的香炉盛上香，来到以色列百姓当中为他们来代祷。所以他们就记载了，亚伦就拼命跑，拼命跑，凡是他所到的地方，他就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他的香炉到哪里，他的祷告到哪里，那个地方的人就得到拯救，得到上帝的医治。上帝听亚伦的祷告。再有呢，我们看到祷告哪一些人有功效，哪一些人没有功效。有人以为说自己的祷告有用，但是他的祷告因为自己里面的动机不纯，他的内心不正，他的祷告也不被上帝所悦纳。反而呢，上帝拣选亚伦，他有亲近神的特权，他能够不至于死亡。这个亚伦发过芽的杖，很多人讲到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真是神所拣选的神的儿子。他这样子用这个复活得胜的生命可以来侍奉真神，这是我们在这里边所看到的。当然我们读民数记，我们另外也看到呢，有上帝特别拣选的恩典。这是我跟大家特别看到的，民数记里面十三章跟第十四章里面提到了约书亚跟加勒。我们今天或许先讲到这个加勒，以后我们讲到生命记的时候呢，我们再提到约书亚。这个加勒，我们看到他是在民数记里面提到了一个特别的人物。圣经里面提到很多的伟人，好像摩西、大卫、保罗，但是也记载一些人好像没有那么伟大，却是上帝所特别拣选的。这些人也许他们没有像摩西那样子有特别的神迹奇事，也不像约书亚那样子有特别的这个征战的战功，也没有像大卫王那样有尊荣的地位，或者像所罗门那样子有广大的智慧，或者像先知以赛亚那样子有高远的思想，或者像使徒彼得那样子一次布道呢就有3000个人、5000个人悔改归主。但是呢，就像加勒，他专心跟从上帝，坚定他的信心，神怎么说他就怎么信，他就这样来行，结果呢就成为一个真正的伟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加勒，特别在民数记的13章跟14章里面，他可能是跟约书亚一样
但是更可能呢，他比约书亚还更是一个带领者，因为那边比较先是讲到加勒，再讲到约书亚。我要讲到呢，他有伟大的信心，他有伟大的行动，而上帝呢也给他伟大的赏赐。他的伟大的信心，我们第一个看到就是他有独排众议的信心，他透过一切来看神，也透过神来看一切。我们讲到在一个人人生里面，在一些关键的时刻都特别显示出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摩西拣选加勒、约书亚还有另外这十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他们都是各族的族长哦，都是一时之选哦。这些人能够成为各族的领袖绝非偶然，通常他们都有高尚的人格、克己的生活、过人的才干，还有坚定的信心等等。可是他们要去窥探迦南地呢，回来却带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报告。那十个探子报告说，那边的人身材都高大，城墙都高得顶天，我们不能够胜过他们，我们看他们是巨人，他们看我们像蚱蜢，我们怎么能够打过他们呢？但是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就跟这些百姓讲，不要怕他们，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把自己跟他们比较，我们比不过他们，但是我们现在呢，不是把他们跟我们比较，也不是把我们跟他们比较，而是把他们跟耶和华来做比较。他们哪里能够胜过耶和华呢？耶和华率领我们去征战得胜，我们靠着主就必经得到。所以这里你看到有两种不同的报道，也有两种不同的建议，两种不同的判断，但是带来两种不同的结局。加勒他坚信依靠耶和华，他就能够征战，能够得胜。他整个信心的根基是因为他相信耶和华，在于上帝的亲自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神的保证。但是加勒呢，他得到神的应许，他就坚信的相信。其实我们在看到呢，加勒在接下来四十年里面，虽然他也跟其他这些人一样受到牵连，不能够进到应许之地，但在这四十年当中呢，他仍然坚定自己，他没有扭曲，他没有抱怨，反而呢坚信依靠神的应许终必要成功。所以我们看到呢，他在上帝面前有伟大的行动，他有一个知觉应许的祷告，也有脚踏实地的预备。在四十年之后，他们真正终于进入到应许之地了。这个加勒就来到约书亚面前说，把耶和华当日所应许赏赐给我的那个山地，就是希伯伦，现在请你给我，我要去真正把它得下来。他坚定的相信神，坚忍的忍耐等候这个应许的成就。但他不是只是单单是让这个时间的流逝显示出来，而是他有预备。他说什么预备呢？他说我那个时候四十岁，我的力量是如何，到现在我已经八十五岁了，我的力量还是一样。在这段期间里面，他操练自己的战绩，他坚定自己的信心，他预备自己还是一样有好的体力，有坚定的信心，信靠神他可以征战得胜。像这种脚踏实地的行动，不浪费光阴，充分预备自己，然后在时间到的时候真正就能够看见事情的成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加勒呢，他也得到上帝给他伟大的赏赐。加勒的信心跟他的行动带给耶和华给他的赏赐，一个是地上的赏赐，一个是天上的赏赐。加勒是在所有以色列各支派里面唯一一个真正得着上帝给他的应许之地的，就是希伯伦。他跟他的后代世世代代以这个地方作为他们的基业。不但是如此呢，加勒也得到上帝给他永远的称赞跟见证。在约书亚记第十四章里面特别有三处经文讲到这个加勒，他是专心跟从主的。摩西指着他说他是专心跟从耶和华的，
加勒自己做见证，我是专心跟从耶和华的。约书亚记的作者呢，也讲到加勒是专心跟从耶和华的，他得到上帝给他永远的赏赐。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呢，也恳求我们，即使是在民数记那个抱怨的旅程里面，那么许多人他们就是不信靠神，但是呢，仍然有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就是艰辛信靠神，他们有伟大的信心，也有伟大的行动，也得到上帝给他们伟大的赏赐。